2024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和福隆生活节在今天联合开幕。今年主办单位与 Life Friends 合力打造台湾第一场以 Life Friends 夏日明星派对为主题的沙雕展，再搭配福隆生活节一系列主题活动，并结合地方创生团队体验，让民众来到东北角种下好好玩。今年很高兴能够跟 Life Friends 一起合作这次的沙雕，那透过这一整年的讨论，花了4个月的时间雕刻出来，而且这次我们也是有台湾、中国跟这个日本的艺术家一起来做创作。那这次的这个展出总共有45座沙雕，欢迎大家一起来。那整个时间从5月的31号今天开始，一直到10月13号，都可以看到这个美丽的沙雕。今天的活动是我们福隆生活节正式启动。在福隆地区的周边，那包含福隆贡寮跟我们环镇自行车，还有重要的就是沙雕的部分。那沙雕部分也是今天正式开始启动。今年沙雕季还有连续3年由东北角管理处所举办的福隆生活节同时揭幕，从6月起到10月，每个月都有精彩的活动接力，就要嗨翻整个夏天。这次的福隆生活节，我们除了沙雕之外，还有自行车活动。然后我们还会有一样的跟去年很受欢迎的这个沙滩的风筝，还有这个浪花音乐会然后还有一些最新的一个活动，就是星空导览的活动。那这次的这些活动，我觉得可以呈现出整个福隆的美丽不管是白天或者晚上的美丽，我觉得都蛮值得来参加的。今年福隆生活节一样和地方创生团队共同推出许多体验活动，除了推广地方创生成果，也促进地方经济，让来生活节的民众更可以深入体验东北角之美。谢承威，贡寮采访报道。